请这个谭叮咚和董叮咚两个人能不能用这个实际的演绎的方式来给大家来演绎一下好吗？呀，那我给你先变个魔术好不好？好，你看清楚啊。嗯。看啊。嗯。看清楚了啊。变完了。啥呀？我变得比刚刚更爱你了。哇！哦、哎。哥哥们可以给嫂子们去试一试这一招，就是不适合我们这年纪吧。对。但是我之前有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是从我朋友那边见证的，也挺打动我的一件事情。但是他送给了他老婆一束玫瑰花，他老婆就说：“哎，怎么突然有一朵假花在里面？”他的老公又说：“想爱你，直到最后一朵花凋零。”哦。哎呦，这个需要反转，就是需要有去思考的。哦，这一招我要在这个节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前，给我老婆用一次。